电台。这是什么？姓翟的，如果你现在交代，还可以算你有立功表现；否则你将要面临的是什么，你比我要清楚。我说，我居然说，说，这个院子除了我们俩，还另外住着三个人。哪三个人？领头的叫郑强，他的副手叫老三，还有一个白面书生。白面书生叫什么？长官，我真的不知道他叫什么，我就知道他天天在屋里负责接发电报。这个地方是国民党保密局设的一个秘密联络站，派我留守在联络站，以备不时之需。郑强人呢？郑强他们三个人是上个月带着电台到我这儿来的，跟我说要启用这个秘密联络站。他们从打到这儿以后一直潜伏在院里，从来不出去。我和我的仆人负责他们日常的用品和每天的吃喝。今天天快黑的时候，郑强好像是得到了什么消息，他们三个匆匆忙忙的带着电台离开了。他们走得特别匆忙，临走的时候命令我继续在这潜伏，跟任何人都别说见过他们。不可能，这周围我们的人全在盯着，没有人见到过郑强离开。长官，郑强早就选好了撤离的路线，他既没从前门走，也没从后院翻墙逃走。他从哪儿跑的？二位长官，你们跟我来。他们就是从这儿上的屋顶，顺着屋顶离开的。怎么就这么凑巧呢？在抓捕郑强的前几个小时，他就带着电台提前逃跑了。回到局里，我们对姓翟的和他的仆人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审讯，他们所说的和现场所讲述的基本一致，看来他们也就知道这些了。据姓翟的交代，郑强临走前是接到了什么讯息，导致他仓皇逃跑。那么是谁给他传递的信息呢？这个姓翟的说，在此之前，自打郑强进了这个院子，就再也没有出过门，而且也没有任何人来到过这个院子。那他们是通过什么渠道传递的信息呢？老吴、小孙，你们在搜查院子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信鸽？没有。这个我之前也想过，如果敌人是通过信鸽传递消息的话，那这家的主人一定有养过鸽子的痕迹，可那里完全没有。而且姓翟的说他们从来就没有养过鸽子，像猫啊狗啊这些动物都没有养过。那敌人会不会是通过电台传递的消息？先不说这个，大家也别垂头丧气。老吴，这样，你对姓翟的呢，还有他的仆人，进一步的审讯，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新的线索。是。小孙，你跟林局长还有大鹏，你们进一步的扩大搜索范围，争取找到郑强逃跑的线路。好。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啊。还有一个重要情况，什么情况？就是老吴刚才问的，敌人绝不可能通过电台给郑强传递信息，因为根据电侦组的通知调查结果，
在那个时间段，整个区域内根本没有电台发报收报的任何讯息。那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敌人是怎么给郑强通风报信的呢？我现在不管他们是怎么通风报信的，我想问的是，给郑强通风报信的人是谁？他又是怎么知道我们会在晚上抓捕郑强的呢？高长啊，你是怀疑我们内部有潜伏的特务，知道我们要抓捕郑强有这个行动，提前给他通风报信了。除此之外还有别的解释吗？可问题是，知道这个情况的没有几个人呢。反正我就知道，我们在座的四个人绝不可能是叛徒，绝不可能向郑强传递任何的消息。除了我们四个人之外，凡是知道和参与这件事的人都值得怀疑，所以我才把你们几个留下来。我们今后工作的重点，一是继续抓捕郑强，二暗中调查，找出潜伏在我们内部的特务。怎么了，小嫂？您让我安排街道积极分子，还有周围邻居守着那院，守的前门跟后墙，真没想到从房顶上跑了。小子，特务啊，特别狡猾，天又这么黑，他们从房顶上跑了，你怎么可能看得见呢？别自责了啊，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狗特务。据我们目前汇总的情况，郑强负责的那个电台是众多敌台里活动最频繁的，与台湾当局有密切的联系。我们现在正在全市范围内搜索这个敌台的情况。嗯，线索呢？目前能不能锁定这个电台的位置？我们现在的设备啊，实在太落后了，想锁定这个电台的位置非常困难。科长，我对这一次参与行动的市局行动队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所有的干警都是经过层层选拔的，来历清白，没有特务嫌疑，所以这一次给郑强通风报信的特务不可能是咱们市局参与行动的干警。老林，你那边的情况呢？哎，高科长啊，我们这边的情况就十分的复杂了，因为从一开始的阶段啊，我们动用了区公所所组织的街道积极分子，对那一片进行了排查。田枣同志和其他积极分子啊，知道我们行动的任务。再加上郑强所住的那个区域周边的群众，也有可能通风报信。另外，分局参与抓捕行动的这个干警也知道我们行动的任务。还有，分局户籍科在调阅监视那个小院的档案时，老秦和户籍科的同志也知道我们要抓郑强。那这么大范围的知情人当中要寻找这个潜伏的特务，短时间内我们恐怕很难完成吧。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知道呢？你们当时就说了郑强曾经出现在什刹海那一片，那这么大范围的排查就我们四个人能找到吗？再说了，我们不提供郑强的这个照片和他的这个情况，那老百姓知道我们要找谁啊？那线索更找不到了呀。老林说的有道理，这样的抓捕不可能做到万无一失的保密。看来清查内部特务任务非常艰巨啊，但再难也要把工作进行下去。不过目前的工作重点呢，还是要放在查出敌人电台、抓捕郑强的方向上来。根据电侦组的同志讲，郑强所掌管的这个电台是潜伏在北京的特务和台湾当局联络的重要电台，所以一定要找到他。解放以后，北京市的地下电台就没有一天停止过活动了。我们也抓了不少，可是仍有很多的电台跟台湾当局有联系啊。要在这些电台当中找到郑强，恐怕比较难啊。
我们市局呢已经从苏联引进了电台测向车，已经开始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搜索，找到电台就能找到郑强。这段时间测向车发现什么线索没有？北京的建筑物太复杂，金属物多，再加上啊，苏联老大哥给我们提供的测向车比较老旧，虽然这段时间啊我们在全市啊做了初步的排查，也起获了一些敌特电台，但是郑强所掌管的电台没有任何线索。贵叔，哎，祝贺你！哎呦嘿，这祝贺什么呀？别！哎，您可不是街头摆小吃摊的胡同串子了，红烧旧业，正儿八经东风楼饭庄的大厨，那可是京城有名的大饭庄。那饭馆的掌柜啊，找过你贵叔好几次。解放前兵荒马乱的吧，来吃饭的都是达官贵人、散兵游勇，动不动就砸馆子。你贵叔没那心猴，不愿意伺候那帮人。你说这解放以后啊，还真就不一样了。你说现在市面上啊，也太平了，老百姓安居乐业，就有闲钱下馆子了。我呀，就应着掌柜的邀请啊，给咱老百姓做饭。不管怎么说，不能糟践我这身手艺，你说是不是？等哪天，我带着春雪儿还有小梅胡到您那儿尝您做的菜去。哎，我还跟你说，索爷啊，想吃饭在家里我给你做着吃，下馆子花这冤枉钱，你有病啊？哎呦喂，在家吃跟下馆子那能一回事儿吗？爸，我说这你就不明白了，那索大哥什么意思啊？他不就要在春喜姐面前摆个谱吗？哦，哎，我说索爷，你和春喜儿什么时候成亲啊？啊？对呀。哎。这喜儿啊已经答应我了。哦，能赶上呢，这最近他们厂子也不忙。快了快了。哎呦，那苏大哥我们得提前祝贺您。你别光恭喜我，我问问你，你什么时候改口问大叔大婶叫爸妈呀？哎，不是，苏大哥怎么老没正经啊？嘿，我说的这话比什么话都正经。哎哎哎哎，吃着喝着行不行？啊！哎，这吃你的肉。哎哎哎，我说，哎爸，哎妈，哎呦，这别这想娶我们大妹子，那得三媒六聘，准备好了聘礼，至恭至敬的接我们大妹子过门，知道吗？现在就叫上爸妈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是不是大妹子？所以里外话都让您一人说了。嘿，就是，哎，赶紧吃饭吧，还堵不上人嘴呢。来，我是娘家人，想的比较多。郑强有消息了吗？现在的郑强已经成了惊弓之鸟，隐藏得越来越深了。
想抓住他真的很难。前段时间红英姐跟林局长都在调查是谁给郑强通风报信的，我也把知道消息的街坊邻居还有积极分子里面都观察了一下，没有什么可言的。现在的情况依然很复杂，虽然在强大的抓捕特务行动和对反革命的镇压下，很多潜伏特务都已经被抓捕，但是像郑强这样的特务反倒是潜伏得越来越深了。枣儿，你是在基层工作，是第一线，你可千万不能放松警惕，脑子里的弦儿一定要绷住了，保护好自己。我知道，这还用你说吗？对了，大鹏今儿又去秀兰家吃饭了，我估摸着两个人应该快要成亲了。哎，真好，那还不是得感谢你这个大媒人吗？男有情，女有意，黄瓜看绿豆，两个人对上眼了，我不过就是牵个线搭个桥而已。枣儿，你看啊，大鹏跟秀兰要成亲了，索爷跟春喜儿姐也要成亲了，还有林局长和红英姐，其实上级早就允许他们结婚了，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后因为太忙给耽误了。你看光这就三对了，三对好事都将临近了，你说咱俩要不跟他们凑一块堆儿，弄个四喜临门，那该多好啊。想得美你，我干嘛跟他们凑这热闹啊？再说了，结了婚就得生孩子，生孩子多耽误我工作。不是，那共产党员也得结婚生子过日子吧？没见着哪个结了婚的共产党员就影响工作呀。你说到党员，铁蛋，我已经跟红英姐说了我要入党，红英姐也同意做我的入党介绍人了，目前呢组织正在对我进行考察。不然这么着吧，等我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那一天，咱俩就成婚。不是枣，你怎么又变卦了呀？你什么时候申请的入党也不跟我说一声。那行，那这可是最后一次啊，绝对不能再变卦了。嗯，你可得好好努力，我等你入党然后咱们就成亲。我会的。一会儿我们回办公室啊，把刚才弄这种整体复盘一下。嗯，哎，看看还能找到什么效果。行，宋铁爷。哎，吴姐，找我什么事儿啊？这个月的补贴你还没领呢，通知你好几回了，你都不领，你是不是太有钱了，不在乎？哎呦，我的吴姐呀，我这一忙活我给忘了。走走走，我给你领去。你数数。不用数了，这还能有错啊？别，钱财的事儿还是当面点清了好。没错，签个字。走了，吴姐。哎，好。同志们叫来抓特务的线索啊，看来同志们热情很高嘛。那当然，大家都想多抓点特务。进来啊。啊，小孙啊。科长、组长，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那么急三火四的，别着急，坐下来慢慢说。我觉得吧，像北京这些潜伏特务，他们组织了那么多次破坏行动，那总得有人有枪吧？有什么想法直接说。组长您想想啊，那组织人总得花钱吧，他们哪来的活动经费啊？那说的有道理，这解放几年了，就算原来特务手里有一些活动经费也应该花的差不多了。你们看啊，用枪得花钱，组织特务得花钱，特务们的日常开支他也需要钱，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啊。这些钱从哪儿来呢？查与香港和境外有汇兑关系的北京各个银行，重点查和香港有关系的。
明白。好，走。小儿，梅胡，今儿想吃什么？便儿点，啊？哥，在这么大的酒楼吃饭多贵呀！这酒楼的大厨可是我贵叔，他做的菜可好吃了，我也想吃。就是，小儿，别心疼钱，你哥我现在有钱。嗯，有钱，就你这么点钱还不够你嘚瑟呢吗？回回没到月底就让你给花光了。嘿。吃饱了就骂厨子是不是？那我也没花别人身上去，不都让咱仨给吃了喝了，对不对？哟，左同志，今儿到我这儿来吃点什么？我们今儿是来给您捧场的。哦，您呢？看着给颠沛几个拿手好吃的。哎，得嘞，行，我现在给你做去啊。哎，得嘞。哎，魏叔，哎，千万别替我省钱。啊，得嘞，你放心吧。还别替你省钱，哎呦，你可真敢说的。那是啊，梅胡，记着啊，跌什么都不能跌面。我和小孙分头组织人手，去北京市与香港和境外有汇兑业务的各个银行查了个遍啊。我连远郊区的银行都查了，没有发现有哪笔汇款可疑。没有，不可能啊。这台湾当局想给潜伏在北京的特务提供资金，只能通过汇款的方式啊。如果他们要汇款的话，台湾那边应该通过电台通知潜伏的特务们去取钱呀。小李，你马上组织人手，重新翻阅我们监听到的所有地方电台的内容，重点查跟钱有关的电报。老吴、小孙，你们两个也帮着查。是是。怎么样，你贵叔这手艺就是地道吧？你还别说，就是好吃。苏八哥，我尝尝这菜怎么跟贵叔在家做的味儿不一样啊？多新鲜呢！你贵叔家里头有这么好的鸡鸭鱼肉吗？顶多给你熬个白菜，加点荤腥，那油都得省着点用，懂吗你？还真是。哎，你说这平常人家哪能用得起这么好的材料啊？所以说嘛，要想吃好的就得下馆子。不是，怎么样啊？太好吃了，谢谢贵叔。对，好吃就行，就算没白忙活。这是不是不太够啊？哎，不行，我再垫再两。够了啊，够了。主要是这梅胡忒能吃了。索大哥也没少吃啊。嘿，跟你姐一样，念完经就打和尚，是不是？哎，梅胡，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啊！现在正长身体的时候，就得逮着好吃的玩命吃，知道吗？啊，得嘞，贵叔。哎，酒足饭饱。结账吧，您呢？哎呀，其实你说这顿饭哈，你让我来吧，你一准儿都不干啊。这么着，我跟掌柜的说好了，这顿饭呢就给个料钱就行，行不行？哎呦喂，贵叔啊，全在这里了。哎呦，新社会新规矩啊，来来来，哎，这不客气，不客气。组长，嗯，这么多监听记录，得查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要有耐心，慢慢查。好。
科长，哎，这是上个月发给0299电台的电报。鸡蛋？哎，鸡蛋，我们怀疑是台湾当局的暗语，代表的是钱。你现在再去银行查查有没有从香港或者境外给一个姓上官的人的汇款啊！我已经铁蛋去了，我随后也去。快去！好。科长，我们已经查阅了目前所掌握的所有北京的银行境外汇款的实名登记材料，没有叫上官的。北京没有，那北京周边呢？天津、保定会不会有啊？照这么说，天津有可能。保定离着远，而且也不是大城市。嗯。科长，我现在就去天津。好，你去吧，我会通知天津市局的同志协助你调查。哎，这么着，天快黑了。明儿一早去吧。我还是连夜赶过去吧，这样明天一早就能开始调查了，也省了耽误功夫。好。好，请进。啊，是孙姐同志吧？哎，是我。我姓万，是天津市局治安科科长。万科长您好。连夜赶来，辛苦了吧？不辛苦，咱们还是赶紧说说情况吧。好，来来来，坐坐坐坐。接到你们高科长打来的电话呀，我们就组织了人手，对天津所有跟香港和境外有汇兑业务的银行啊，统计了一下。哎，这个是所有银行的名单。太好了，有了这个名单，明天一早我们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我们市局治安科的同志啊，也会配合你们，对这些银行做逐一排查。十分感谢。科长，您可真是神算啊！我们果然在天津黑龙江路的银行里发现了一笔来自香港的巨额汇款，跟电报上的信息一样，1500元港币。汇给谁的？是汇给北京市朝蓝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收款人是上官小蓝，取款章就这个公司的印章，再加上上官小蓝的人名章。嗯。喂，我是高志远。好，谢谢，谢谢，非常感谢，这个消息对我们太重要了，有消息咱们随时通报。天津市局的同志传来新的消息，又有一笔从香港汇来的2500港币的汇款到账，也是汇给这北京市长蓝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叫上官小蓝的。报告，进来。科长，我们刚接获一份台湾当局发给0299电台的电报。全对上了。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了，这个叫上官小蓝的，就是国民党保密局的潜伏特务，他跟郑强负责的0299电台有着直接的关系，只要找到上官小蓝，就能发现郑强的线索。我命令立刻调查北京市长蓝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找到上官小蓝，对他进行全面的监视。是是。哎，对了，老林，排查内奸的事儿，你们那儿进行的怎么样了？这段时间呀，什么都没干，净干这事儿的。整个分局参与这次行动的人都调查了，没有任何人可疑。你们那边呢？哎呀，参与这事儿的邻居，还有积极分子，我们也都调查了，
可这些人都是有根有底的老住户、老邻居了，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上次我去市局高科长那边呢，高科长跟铁蛋他们那边也说了，整个市局参与行动的人也没有任何可疑。那这不成了无头公案了吗？可问题是，这个人呢又确确实实存在的。那他到底是谁呢？天知道。解放这么长时间了都没有露出任何马脚，只能说明这个特务隐藏太深了，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特务。再狡猾的特务也会露出蛛丝马迹。老林，你再好好想想，从解放开始到现在，你们分局有没有人做过什么可疑的事儿，哪怕有一丁点的反常反应？这个我真得好好捋一捋啊。可问题是，如果说这个特务就是我们局里的，行动那天所有人都在我身边，没有任何人接近镇墙，连胡同都没进去过，那他是怎么给这个镇墙通风报信的呢？这你说过，那天电台没有活动过，也没有什么鸽子或者动物传递消息，那这个镇墙到底是怎么知道的？队长，他就是上官小兰。小孙，怎么样？那个上官小兰真的去了天津黑龙江路的银行，取走了那笔钱。你确认过吗？嗯，银行的同志都给我看过了，上官小兰取款单上的公司印章和人名章都跟上次的一模一样，而且我还专门拿照片给银行的工作人员确认了。他们说上一次来他们银行取走那1500块港币的也是上官小兰。太好了。这个上官小兰跑不了了。那现在这个上官小兰在什么地方？她取完钱就坐车回北京了，现在应该快到住所了吧。你这一路跟踪她没被她发现吧？您放心吧，她毫无察觉。那就好，既然她把钱取走了，那过不了几天这郑强就会跟她接头去取钱。吴峰、孙铁，你们盯紧了上官小兰，找到郑强。是。兄弟，还是您去吗？哟，对不起先生，我这拉包月的，主顾啊在里头吃饭呢。在里头吃饭呢？那个上官小兰跟一个白白净净的年轻人跟里头吃饭呢。白白净净的年轻人？那个年轻人跟姓翟的交代的白面书生相貌很接近，我怀疑是同一个人。好，我马上派人回去拿照相机，一会儿他出来的时候把他照片拍下来给姓翟的看，看看是不是他说的同一个人。先生，陶然亭啊就跟前面呢，您走两步就到了。好，多谢。大哥，您这次出门可小心点儿。
这上官见他姐取经费，差不多这时候也该回来了。他跟他姐见面，少不了得大吃大喝一顿。这才几点呢？写着呢。今天又到了该跟台湾那边取得联系的时候了。这样啊，等这小子回来，跟他说，让他做好准备。我肯定会在约定时间之前肯定赶回来。哥，您能不能不去啊？这小院子能憋死我了。现在这北京市面的情况我是一概不知，那哪行啊？我不能跟外界所有的人断了联系。真要是那样，别说共产党没抓住我，就是憋也给我憋死。哥，那您小心点，早点回来。放心吧。怎么样，吃的还好吧？吃饱了，姐。姐，你回去吧。弟弟，姐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知道吗？放心吧，姐，我知道。杨成，哎来了。那我先走了。嗯。您坐稳。哎，走吧。走喽。周丽啊。哎，小哥，您去哪儿啊？北池子。得嘞，那您慢着点儿。小哥，您坐稳了，走。力度极大，各道门道派基本被清扫干净了。我们发展的人，就算没有全部落网，剩下的那些人也是东躲西藏的，没有联系了。上头严令咱们开展有效的行动，壮大国军在大陆的声势。不会吧，郑所长，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是想想怎么保命吧。几次脱险，多亏了先生瞒住我通风报信，郑某一直没机会，感谢先生。郑副现在有所察觉，还是内部清洗，以后啊，我想帮你都难了。别介呀，先生，您可是我与外界的唯一联系人。你要是跟我再断了联系，那我真成了独狼了。放心，我不会留下你一个人不管的。还是老样子，每个月的这一天，还是这个地方，我们俩交流情况。行，只要每月能见着先生，我就踏实。小哥，到了。辛苦，得嘞，谢谢您嘞。
你们俩在这盯着，我跟小孙先回市局报告，有什么事儿向我报告。走走。我们现在已经查到了，跟上官小兰接头的是一个年轻人，这个人就住在北十字大街。这个年轻人的照片我们冲洗出来了，让姓翟的确认过了。那个年轻人就是跟郑强在一起负责发报的白面书生，他的名字叫上官小龙。既然这个上官小龙是负责发电报的，那就说明电台应该也在北十字大街那个院里。对。一轮旭日从东方升起，难的阴霾已经散去，我朝着太阳深情仰望，红了月，红了霞，红了我的心。一面红旗在天安门升起，这个坐标从此万众汇聚，看祖国大地万山红遍，红了天，红了地，红了新的世纪。亲爱的祖国，我心中的母亲，你让我停止了脊梁，你的哭，你的笑，连着我的呼吸。我要让你更加美好，你的情，你的爱，让我始终如一。